所有的乡亲、信众来这里参拜，感受到咱西妈祖信仰的魅力，也能够把心打开，好到我们这个庙里内外来走走。最后祈求咱的西妈祖跟众神保庇，我们台湾能够通过疫情的考验，让台湾更好，桃园更好。也再次谢谢随行的所有的信众跟志工伙伴，谢谢大家，感谢大家。谢谢我们市长，那我们准备先做团拜好不好？我们香客可以自由参拜哈、把傅文娟学姐我们的书文。我们龙德宫四妈祖的绕境活动是上天给我们的一个福报还有机缘，也在我们领奉指令才能够一路平安。大家追随的四妈祖的金銮圣像，在每一次的绕境都能够平安如意，客皆圆满。在这边我们先让我们的长官贵宾哈，来谢谢。那来信众，麻烦一下，让我们的委员会也可以再来点香，再来红油哈，那个。来，那来信众哈，拍摄啊，来稍等一下，咱啊，市长传着咱这位来宾好不好？来，请大家稍等一下，稍等一下。那请市长带我们大家一起来共同祈福。李生，请将书文请到前头。那我们的李生。将我们的书文，请咱在龙德宫所有咱的随行随定哦，大家真心一同，我们在礼天敬拜。